也不能压太多，就压一点，随便玩玩那种。哎，这次刚刚有一波在自己家门口击退了敌人，感觉操作的机会挺大，但这次又是一个没有占到便宜啊，很可惜。不过自己二矿开的毕竟比对手早，只要正面守得好，一会儿就赢面非常的大。对手的话，两边甲虫的可能性感觉是比较高的，毕竟这个刚才他的二矿开的比这次大人慢这么多的话，肯定是有问题的。这波主力又这么猴急的前压，除非这次刚侦察完，他就马上对方也开了二矿，不然的话，其实韩国人蛮喜欢打这种就是。主力部队做的特别多啊，憋兵营爆甲虫，哎，这做的 OB 速度还比这次要快了不少。这个速度的话，不可能是开二矿再下的 VR，因为如果开二矿再下 VR，它会比这次要慢，所以这肯定是刚才这个神族就单矿直接是下的 VR，然后再开二矿，这样它的二矿比这次要慢很多，这样它的二矿比这次要慢很多，所以这个神族想翻盘基本上。用金甲虫打正面或者空投骚扰这次儿，正面的话，这次儿现在兵这么多了，而且补到了四兵营，所以正面的机会也不大，只能是骚扰了。哇，我不会说到这的时候，其实你们的画面已经金甲虫都来过了吧？那我真是白说了，哎。视频右键备用线路二，我看看，哎，真的有这个，我试一下。哇，突然没画面了，好着急。这个备用线路二靠不靠谱？哦呦，我看到备用线路二了，我现在是。哎呦，这个备用信号不靠谱啊！突然卡住了，突然就卡住了，画面都不动了，怎么办？哦，出来了，我现在8分12，8分13，14，15，16，17，18，19，20，大家帮我看看我延迟多长时间？啊，金甲都已经上了八个单位了，我都没看到，怎么上了八个单位？这次的布局没什么变化呢？这也没有拉隆西的主矿啊。哦，这个细节倒是不错啊，又是24秒延迟啊！哎呀，这个就没办法了，我已经是备用线路二了。啊，这次对 OB 这种可爱的小生灵都不放过，残忍的将他杀害。延迟25秒左右，算了，这个只能明天我又跟这次商量商量，让他电脑里单独的给我弄一个，让我可以看他电脑，看他直播的。看他第一视角的软件了，有那种延迟可能相对小一点的，就是相当于有点像远程桌面的那种软件。之前在911的那个直播间解说的时候用的，跟他们解说就可以用那个软件把这个大家的时间同步一下，延迟都一样，然后呢说出来的话也是跟那个画面同步，这样就可以同步解说了。然后帮我搞一下，哎，这个。这个东西我基本上知道怎么搞，就关键呀是对网速有要求，就不知道开了这个之后，这赛的网速挺不挺得住，这比较关键。好，提速贼拉的他们的一波，但是对手没开矿啊，而且对手兵不少啊，这波打不下来吧？一定要强打嘛，这赛得理不饶人，自己开三矿。有速度的这个一波，哇，漂亮啊！真的打下来了，而且这次是不是已经挨在对方脸上来了？哦，不对，你们应该已经看完结果了哈。反正如果这次打赢了的话，对，这次打得很好，这次非常漂亮啊！这次居然已经把对手二矿都推掉了，哇，这次已经把对方主将推掉了，哦，对方已经是没有力抵抗了，这次太棒了，对方打中了狙击，好，我已经把20秒之后的画面说完了，啊。这个游戏应该已经结束了吧？如果我的预判没有错的话，现在对方应该已经打出了狙击，还是录像？不是录像啊，只是延迟了几十秒的一个解说而已。怎么还没打狙击啊？哇，这个跟我的预判有误啊！这个选手是 CJ 战队的，还要空投引刀是吧？你看这边一点机会都不给对方留。翻盘方式就是偷矿加空投引刀，所以这次既不给你机会偷矿，也不让你空投我引刀，你还有什么办法？哇，这提子贼拉的水淹的 A 上去，这次肯定是二个人就家门口了。
点儿的人就家门口了，接退了，回北京了，没回北京啊，我在上海呀，我在上这个宅男的生活，这个宅男的生活，自己一个人住是吧？然后每天无拘无束，非常自由。罗旋还老来，大师还 friend 的，经常传一些关于我的谣言，啊，不光延迟，连我说的话都重复了。怎么还有人问我有没有在韩国当过练习生？是说和编程，虽然我知道阿洛。是说和编程，但是练习生这个也明显太不，这个我是仗义出雇了过来，你知道吗？有屁呀，租的，租的房子，现在看看我直播，今年28，28，那以前看的时候应该28，那。以前看的时候应该雇了过来，你知道吗？有应该挺惨的。现在看我直播，今年二应该挺惨的。那是大一吧，是吧？就是去旅了个游，就是都所有人都以为我是去移民了之类的。一的时候都周围应该没什么人玩星际，华尔街混不下去了。是，自从特朗普登基了以后，我再去。我已经完成了，就可以回国了。哦，嗨，不是，话说怎么画面黑屏了？你们看是黑屏吗？重新魔戒开始看，完了，好像越来越久了。大家看的非常不少，不少。以前是911那个，但是我的画面延迟20多秒，哎。好像越来越久了。大家看的非常不少，不这个少，对 ID 吗？啊，但是你怎么没看到事啊，我我这个 ID？ 你怎么试呀？那个方式你会搞吗？我只是用了一，但是我不太会。然后你把它截图给我就行了。但是我现在搞不了。应该我反正想不出别的办法。你现在就直接把那程序打开。那个我们那时候连的时候不是有个 ID 吗？以后都这个直播间了，对啊，以后都在这个直播间，这个对 ID 吗？啊，但是你怎么没看事到啊，我，我这个 ID？ 你怎么试呀？对啊，大家让我看手机直播，别看电脑啊，然后你把它截图给我就行但是我现在搞不了啊，了。哦，我这个电脑现在不能用啊，现在不能搞那个东西。哦，哦，那算了，你还还有把没有它还有没有别的办用法？我们阿猫呢？什么阿猫啊？就是那个猫猫吗？觉得我卡呀，嗯，我确实，掉了几哎，次不对，都11点了，哎，又得感谢一波礼物了。这个1947送了50个赞呢。我开手机直播怎么解说呀？什么都看不，赞，不不8749的赞，还有悠然我心的赞，还有 P2R341 的赞，谢谢大家，还有各种荧光棒本的 Smash 什么的，思思呢？思思在龙珠啊，思思在，不，8749的，思思在龙珠啊，思思在龙珠啊，思思在龙珠啊，在龙珠当高管呢，手下有那种荧光棒本的 Smash 什么的，思思呢？小美，10年之后你若不娶她若没嫁，呵，10年以后。太久了吧，这个10年，哎，不行不行，我等不了这么久。玩一打一造，哎，我这次玩一打一造的，这个但是韩国的这个战网上好的一打一造地图，然后这种地图还得是韩国人认可的，不然他们不愿意跟你玩，不然他们不愿意跟你玩，然后就可以去了。我们到时候建一些一打一造地图，然后弄几个。往上一放，让他们知道这个是，
啊，这个是要打印打印造的，不然他们那主机名字你不写清，不然他们那主机名字你不写清，不说清楚怎么回事儿，或者你说英文的话，可能他们还不进，哎。飞机来了啊？是吗？飞机来了，哇，真的有飞机哎！我看到了，感觉宝贝熊。Happy Bear, this star, 快快出来看飞机啊！我看到了，感觉宝贝熊。Happy Bear。啊，真是这个幸亏。哎，很感谢，很感谢。哎呀，真是！哎，很感谢，很感谢。哎嗨，太破碎了！这一个飞机得多少钱？看着就觉得很贵啊！以前我在这儿的时候，他就离开了。什么联系啊？没有了，太没有可了。怕了！以前我在这儿的时候，他就离开了。哇，那可以的，可以的。我也不太知道，我真的。哇，那可以的，可以的。我也不太知道，我真的。哇，一个飞机100万，那个都已经是当妈妈了，然后，飞机大概。这票都。飞机应该是，不是他，这个直播做的特别好，因为他可以一边打游戏一边，哇，那可以的，可以的。我也不太知道，我真的也不知道，得问五五。气球必须同步了，是啊，我也想，属于是一个单核处理器吧，没办法这么 OB 啊。那其实他也没有开那种，就是我哪怕只看这大的视角的那种 OB 多。这个以前机械风暴确实也不便宜的，那个好像贵的那个六。哎，多多在龙珠直播，每天都直播，你们可以去龙珠看啊。多多在王者荣耀直播，不是每天吧？反正这个 M287 虽然便宜，但是它没有数字键盘啊。我觉得数字键盘还是挺重要的，我就必须得用数字键盘。现在有一个机械键盘挺便宜的，在那种分心二用的能力。你看我们这次都属于是。只能干好一件事儿，然后买了他那个，我记得质量不太保。哦，刚刚不止一个飞机啊，是很木讷的。哦，好的，被我送了个飞机，我都没看见。哇，幸亏这里，幸亏这里有一个才可以说的话。那个显示，哇，这个实在是个键盘。现在有一个机械键盘，挺便宜的。在谢谢也谢谢平淡小猪刚刚送的飞机。想来一个可以去试试，不过我没买。老板是啊，谢谢老板，谢谢老板。还在用机械风暴，我那个机械风暴也用了好多年。机械风暴，它有的时候会间歇性的出现一些问题。谢谢平淡小猪刚刚送的随机，能好，但是偶尔出来还是很烦。比如说某个键会失灵，两个飞机是两个人刷的，你要感谢一下老板。是啊，谢谢老板，谢谢老板。还在用机械风暴，我那个机械风暴也用了好多年。机械风暴。它有的时候会间歇性的出现一些问题，就是那些问题不如修车自己能好，但是偶尔出来还是很烦。比如说某个键会失灵，这两天练习用机械键盘的感觉还需要稍微适应适应。哎呀，他飘得特别开心，就是拍广告，他还拍了好多广告。是不错，不错。然后罗天来我家的时候，他之前都没用过机械键盘，他一直到现在都还在用 DT35。好的创意也是绞尽脑汁啊！我的 PR 广告，哎呀，他 PR 特别开心，就是拍广告，他还拍了好多广告，还有那种用那个但是为了这个。为了想广告的创意也是绞尽脑汁啊！那会儿我有一段时间在戒烟，然后为了想创意，我只得复吸，因为打的时候碰见他了。然后呢，这碰到他的时候，他完全没认出来我。我盯着他半个月了吧，没有抽烟了，一直抽的电子烟，就那种有尼古丁的烟油，就可以把我这个瘾给控制住了。现在就感觉自己都变健康了。小薇早就结婚了，
小薇现在叫板娘，就是老板娘的意思。在王者荣耀的一个比赛，半年前吧，那个决赛，然后现场的时候碰见他了，然后呢，这碰到他的时候，他完全没认出来我盯着他叫。也是挺变态的，这个东西，这个是这个运气好啊，居然是先碰到九幺，后碰到作弊的，劫富效果满分，完全不是我们的安排，也是挺变态的。哎呀，你们这些人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不要老跟我这个说我的这个感情历史的问题了，真是，这种让人伤心的往事何必再提，对吧？我 DDZ 之前差不多快一年以前，还有人问安家，我的天哪，安家，我去 PLU 的时候不早就不在了吗？C 啊，海涛啊，那个显荣17他们那个搞了个音霸 TV 嘛。我 DDZ 之前差不多快一年，他们那个应该搞挺好的吧？现在电竞行业那么好，他们自己专优的这个老同事搞的那个《球球大作战》的那个比赛，其实邀请 BBC 过去当主持人，然后我是去那边客串解说了几局，然后跟 BBC 碰上了，我们还这个还亲密了一下。他们那个应该搞挺好的吧？现在电竞行业那么好，他们自己创业的话肯定很 OK 啊。老杨我就不知道了，我跟老杨不认识，我毕竟那会儿完全不玩魔兽，也不看魔兽，所以跟魔兽圈的人就没什么了。迦南不是 SCNTV 的吗？跟大师那会儿在一起的，我记得，因为有一次没有什么这个发挥的机会，哎呀，要是公司开除了，小东反正这一年来都是我的同事，然后我们关系特别好，因为我跟东哥现在几乎就成为搭档那种感觉了。我发现东哥解说跟我配合，我们两个人在一起特别开心。就王者荣耀这个游戏，所以也没事的时候我跟东哥一起解说。就跟东哥在别的项目上合作的话，我们两个可能现在已经在一起了。当年的话，当年我一直因为没见东哥直播过吧，东哥是。东哥是那个什么，东哥是做录播节目的，没有解说。然后王者荣耀这个项目开始的时候，我跟东哥一起解说，那个时候我才发现，我操，东哥解说太牛逼了，这个人就是博学多才，而且反应非常快，嘴还贫，简直是解说界的。然后我算是这个现在上海搞一搞，现在就是。前段时间搞了一下这个星际的直播嘛，觉得看这个重置版一出来之后，还是挺有意思的。哎，东哥说东海啊，哦，不是说的这个好青年小东啊，东啊，嗨，搞错人了，那不是一回事儿。那又不是被腾讯收购了吗？没有啊，小东拉稀扯，对，是那。的空间，哎，打一身，是吧？东哥是这个有远的空间，哎，但是东哥毕竟跟我不一样啊，我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潇洒潇洒，是吧？东哥的儿子叫浩克，然后有上有老下有小，拖家带口，这个拖妻带儿的儿子，就这样，东哥每天跟他练泰拳。练泰拳要先学会挨打，所以东哥每天打他儿子，就这样，然后我基本上每周都跑哪去了。他为什么把我？我们还经常一起吃大闸蟹，为了吃大闸蟹，我还买了个蒸锅。哎，话说这次亚跑哪去了？他为什么把我哪去了？他为什么把我一个人晾在这儿，然后自己就不知道干嘛去了？这好不礼貌。可能就是无聊的时候可以。搞搞节目，反正肯定是生活非常的享受了，不太多，反正就是老板娘嘛。现在也是这个，
再搞搞节目，反正肯定是生活非常的享受了。那二龙现在弄狼人杀，大家现在都各奔东西啊，弄什么事啊？那二龙现在弄狼人杀，大家现在都各奔东西啊，弄什么？在这个游戏当中观看的过程中没有任何乐趣，我在别的上面感觉好没有意思。而且你知道最让我难过的一点是什么吗？就是互相都很懂对方，说的都很有共鸣，但实际上观众可能完全王者荣耀就是在看的过程中和玩的过程中没有任何乐趣，然后跟观众呢又一点共鸣的感觉都没有。就是你说的东西吧，我跟东哥两个人解说，我们两个互相都很懂对方，说的都很有共鸣，但实际上观众可能完全没听懂。这个不要胡说八道啊，这个事情怎么能是你们胡猜就能猜得准的呢？解说不了其他游戏，对，我觉得我跟大师其实非常像，不仅解说不了其他游戏，讲就是连去公司打工这件事儿，基本上我所八卦的都是别人忍不住非要跟我讲，然后我才知道。基本上只能自己找一摊事情自己一个人干，哪怕是然后每天朝九晚五的去天天上班，可能都很难。然后我弟弟也玩，我那个上小学的弟弟，不上班，但是没有办法做出一个太顺利的解说不了其他游戏。对，我觉得我跟大师其实非常像，不仅解说不了其他游戏，而且我们两个人还有一点很像，都很难做到，因为在与人相处上有一些先天性的硬伤吧，所以就基本做节目没有什么安排的，就是适应，或者说就只能在里边一天星期比赛了，然后晚上一口气把好几期都录好，所以等于是我们从晚上开始录的。这个 friend 都是晚上把选手接过来，有可能白天已经解说一天星期比赛了，然后晚上一口气把好几期都录好，所以等于是我们从晚上开始录，然后要一直录到凌晨，但是要强打起精神来说那些东西，然后就安排演员啊，根本就没有的，就完全是当时状态是什么样什么样，而且因为很晚嘛，所以有时候我就觉得状态很不好，很累。永远都可以感觉一只手特别好玩啊！东哥这个人实在是太搞笑了，真是一个解说界的天才，可惜一直被埋没。荣耀圈里的话，就只能是让一些小孩看。就是明明让我看了拍案叫绝的创意，在小孩什么？什么鬼？我要赶紧刷新一下啊！都是你们非得让我，真的已经开打了！我的天，都打成这样了，都这对着一个黑屏在跟你们聊天，你们知道吗？我说这样怎么人也不见了，画面也黑了，我以为他把我盘了。这个在网上面，真都不知道，赶紧来看一下。这看了，可能也会遇到这种困扰。面，这你都不知道，赶紧来看一下。这眼里就，这个人在说，我这已经是黑屏了，你们已经开打了吗？什么鬼？我要赶紧刷新一下啊！都是你们非得让我不了门，然后给他队友尽情的发展。哇，这家人族造了一堆粉红塔，感觉人族好像在被骚扰啊！怎么有两个黄点在人族家里？那这次蛋肯定不会切过去看的。这次蛋现在已经为了造兵，已经忙的这都是。鸡犬不宁了，哦呦，机枪兵加坦克，可以的，这次二，队友的闪电，哦呦，机枪兵加坦克，可以的，这次二，队友的闪电这波配合，哎呀，大哥你这闪电在干嘛呢？大哥你这个是不配合，哎呀，大哥你这闪电在干嘛呢？大哥你这个是不配合，哎呀，大哥你这闪电在干嘛呢？大哥你这个自拔，连星际都不打了，这个，东哥有次学单田芳是吗？人家不知道，没有办法让他自己拔。这边，好，我们啊，这哦，这菜原来是有队友这样的，从小就这样，现在眼泪都要流下来了，这都快被人家打死，就完全对赌博这件事情就是黄赌毒，是吧？赌，哎呀，当年我去第一次去 PRU 是罗旋带我去的，从北京
坐火车坐高铁去无锡，这个他们第一次见到我也是，就之前只是跟大师在北京见过，阿龙跟 Friend 都是，阿龙在北京我也见过他，Friend 第一次见嘛。然后反正那一路上，我现在非叫我跟他买副扑克玩德州扑克，然后赢了我10块钱，就是这种的，就非得赢我那10块钱，你说这人真是缺德。哎，非得赢我那10块钱，你说这人真是缺德。没有赌过钱，一点都不沾。后来我才发现，切，这啥没呀？赌博这种事情，然后来我才发现，切，这啥没呀？赌博这种事情，然后来我才发现，切，这啥没呀？赌博这种事情，而更准确来讲，其实是一种。哎呀，当年我去第一次去 PRU 是罗旋带我去的，从北京坐火车坐高铁去无锡打死那种纯靠运气去赌博的人才是，不科学的不健康，反正是一项技能啊。应该是我最后一次赌钱了，然后这辈子就之后也绝对。那个《赌博默示录》这部漫画，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讲了那个观点非常的棒，就是博弈的过程嘛，什么事情都有。讲了那个观点非常的棒，就是靠博弈来战胜对手的赌博，在我看来其实是一个，说你应该是去赌稳赢版的一件事情，而不是去把它寄希望于运气。所以这个事情就来了，哎，因为我看那个《赌博默示录》这部漫画，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就是那个福本身形的那个，他讲。啊，这次被踢了，你就已经输了。赌博你是要凭什么？凭什么看不起我们霸王枪？我好像有点卡呀。不是去把它寄希望于运气。所以这个事情给我的感触其实像挺大的，还是不能把赌博这件事情一锤子打死。是有点傻，聊个第一次去标优啊，可以啊。哎呀，这个 DFPR 是怎么回事呢？那会儿就我上大一几乎是在网吧打星际度过的，然后呢，这就很不意外的，上大二的时候就差不多也这个科全挂。学校，就是那个，就感觉。我报的那个专业还是一个奇葩学校，就是那个，就感觉我报的那个专业还是一个奇葩专业，叫电子商务。我想电子商务不错吧，应该看介绍蛮猛的。结果他妈的整天学一些什么高等数学、离散数学啊，然后大学物理，狗屁用都没有啊，忘掉的。然后就开始教你编程，我的天哪！我又不是去当程序员的，为什么教我编程啊？对吧？然后就实在是不愿意上那些课，我就觉得上了大学都已经浪费了大好青春，浪费在高中学那些没用的东西就已经算了，上大学还要忍受更痛苦的折磨，然后就不乐意了，然后就不考试什么的了。然后呢，那段时间我就天天呢那个去罗旋家玩，罗旋那会儿住北京，然后呢海淀总督大学，哎，也没那么菜了，我那个叫海叫什么来着？叫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啊，不对，叫北京信息工程学院，后来好像叫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吧，反正它是一个改过名的一个学校，然后也是个本科呢，啊，但是确实很烂，我感觉可能中国的学校除了清华北大都是垃圾，但清华北大可能以我的标准来看也很垃圾，所以就没啥可学的。然后那个就上了1年半，我就退学了，上哪儿搞毕业证去？没拿了这个。大学就上了1年半，我就退学了，上哪儿搞毕业证去？而且这北京 PGL 也是嘛，我 PGL 最早就简直崇拜的不行了，整天见着大牌儿。而且这北京 PGL 也是嘛，我 PGL 最早特别崇拜，然后哇，就基本是快给大师跪下了似的。然后呢，有一次嘛，就是北京的一二试玩。
然后那为关注嘛，因为我超喜欢那个星际嘛，所以我特别期待星际能延续下去。有个星为关注嘛，因为我超喜欢那个星际嘛，所以我特别期待星际能延续下去。有个星九零六年的时候做的那个鲍尔嘉年华的那次就已经开始公布，九零六年的时候做的那个鲍尔嘉年华的那次就已经开始公布了，那个，然后呢，有一次嘛，就是北京的一二试玩，然后那个星际二试玩，我是特别关注嘛，因为我超喜欢那个星际嘛，所以我特别期待星际能延续下去。有个星，但是你不能带出去啊什么的。然后我就一直特别想去那个活动，有那种机会让我能进去稍微玩个几处有星尖这个东西了嘛。然后当时打十螺旋，然后呢跟着去那边，然后呢还认识了皮尔当时的 CEO，是一个从法国留学回国的一个学管理的，搞一些电脑在那儿，然后呢里边装着他们星尖 demo，然后邀请各种的职业选手、星际的、魔兽的之类的去那。然后呢后来那个人后来就我去皮尔半年之后他就走，但是你不能带出去啊什么的。然后我就一直特别想去那个活动，有那。打十螺旋，然后呢跟着去那边，然后说工作的话，其实我当时没想到解说，我就觉得能在 PR 这个工作，老听说大家在一起吃大盘鸡呀、然后呢发不出，总之听起来都是很吸引人的点，你知道？就我觉得哪怕在里边干任何事。然后呢，后来那个人后来就我去 PR 半年之后他就走，自己一开始也没有打算的。然后我们就坐着那个高铁，然后改工作了。然后我们一直在北京，就是常见常联系。然后他，而且路上他赢了我10块钱。螺旋在一起玩了之后，玩很久了什么的，里边可以经常的去住一些临时人口。我跟螺旋就属于那种临时人口，我也好想去啊，我想去啊，但是能在骗。然后那个，然后就反正待了一段时间，老听说大家在一起吃大盘鸡呀、然后呢发不起工资呀、同甘共苦呀，什么事情都可以。解不解说星际自己一开始没有打算的，然后我们就坐着那个高铁，还是猫猫也解说吧。然后他，而且路上他赢了我10块钱，然后我们就去了吧。因为 PRU 给大师弄了，大师邀请上台一起说了两句，说了两句之后就那个 friend 就觉得哎还行，可以观察一下嘛。然后大师啊都会解说嘛。然后那会儿好像还是猫猫在这，所以你们看现在我跟你们这边啊，我就对着一个屏幕，大师邀请上台一起说了两句。说了两句之后，就那个 friend 就觉得，哎，还小小几个小时，都是那会儿练出来的。再加上我都认识那个 CEO 嘛，那个北京的邮电局，哇，想起来就想把 friend 砍死。他说，因为试用期的话，好像是我记得好像工资1500，然后试用期是1000，大概是这样的。然后，但是呢，管住，就是有那个宿舍可以住，弹幕都没有，那种感觉好恶心。就当时他肯定是那种特别难受的一个心情，哎。发着呆就开始一直不停地说，这仨是不是都跑了？那会儿最尬聊的一个节目叫《幽默局》，哇，想起来就想把 Fred 砍死。他说，因为为了练习解说，必须很难受的，所以就刚才已经有好几波人提这件事，尬聊，我的天哪！就这些观众在一起，就绝对不会有在像做别的游戏的时候的那种跟观众的一个反正只要是，哎呀，只要是这种没有能够走到最后的感情，那肯定都是里面有很多无奈和心酸的。哎，现在不算尬聊挺好。是啊，因为我也很自在嘛，跟这个你们这个的时候的那种跟观众的一个那种面对的那种感觉，就肯定是都是直接通过的。最近这两天还有个朋友也是不认识的，说要请我吃饭，这个无所谓啊，或者想来我家让我给你们做火锅，别的族优势要大好几百倍的地图，他还选屁？哎呀，这个还能去下请我吃饭，随便呀，我这个是吧？我建的那个 QQ 群什么的，那哎，在那个 friend 的那个公司嘛，那个是龙珠的嘛，相当于也算都是直接通过的。最近这两天还有个朋友也是不认识的，说要请我吃饭，礼拜就跟那个公司闹黄了，谁都可以。或者组织个拒签的这个约，所以我在龙珠做一个直播间播星际，所以我刚播一个多礼，到时候看看大师有没有时间，然后我们可以一起搞搞。完了，我这个，然后我就没事了嘛，不再像当年那样了。你帮我热情介绍，说这边有人愿意出钱包养我。年应该不是我参与的吧？因为我记得我走的时候韩国比赛没有彻底结束，所以就今天也是第一天嘛。然后以后每天都会来这个直播间跟大家
这个愉快的玩，没想到居然还出了个重置版，我靠，可以的，嗯，反正出了重置版，我还是其实也挺开心的。哎呀，就是怕把自己饿死，别的倒没啥。不过上海大师在苏州，而且大师有乔四在，然后大师给我们送礼物的，应该不会饿死的。哇，怎么这么快啊？这什么阵容？所以，我靠，这个 APM 根本不够用啊！我这个已经出柜了嘛，两个人都同，而且重工厂怎么只有200多点血？还真没见过这个地图啊。这次这个，哇，感觉很占人口啊！真三，哇，感觉很占人口啊！真三，全部暴兵吧！这个时候，对方是不是已经200人口小狗要 A 过来了？都没有重卵呀！啊，这次这个建筑已经开始不考虑，都没有重卵呀！啊，这次这个建筑已经开始不考虑。全出的坦克，好，这样的话重组出来的应该是飞龙，赶紧再造点全出的坦克，好，这样的话重组出来的应该是飞龙，赶紧再造点机型儿。啊，这个地图怎么解说呀？这完全没法解说嘛，这就是这次 A 过去了，这再没对手，兵多就再GG了，然后就完了。我攻防都是顺身的，人怎么玩嘛？这个地图就没什么可玩的呀。这不就是拼手速吗？这个谁开个那种星际霸主，然后用那个星际霸主的那个东西叫什么，就是一键控制所有相同单位，不就解决了吗？嗯，没想过解说落炉。没有啊，我那会儿就已经不想做解说了。你看果然来空军了，因为做解说你要首先喜爱一款游戏啊，不然的话你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任何意思了。我当时玩 DOTA 都觉得挺好玩的，撸啊撸你想想那是什么游戏啊？哎呀，当时就是这个还是太任性啊！哎，主要也确实没想到后来他们做游戏的人这么赚钱，我靠！当时要是知道的话，肯定说实话也不会说是脑筋这么死板，那肯定还是就是虽然不好玩，但是为了挣钱也忍了吧。哎呀，这个重工厂会烧掉血，然后最后爆炸呀！那你是不是得修一修啊？嗯，不过说实话，确实还是我这个人做事情比较以自己兴趣为驱动，这点你们应该都能理解吧？不适合上班的人嘛，就是这种在工作的过，所以我说我也是一个不适合上班的人嘛，就是这种在工作的过程中要搞各种人际关系的这些东西实在是我最受不了的，所以经常在这方面会比较吃亏，或者说是在这方面自己就你是在那个年龄遇到这个游戏，就人家就是很没有理由的对一个人爱得很疯狂，但是就是很没有理由的对一个人爱得很疯狂，但是自己真正喜欢的那种类型，也没有觉得这份爱情。但是把它当做一个职业来做是一件很神圣的事情，就是星际是让人有一种狂热，所以把它当职业去做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别的游戏是没有这种狂热的，就是但是当然了，这个可能跟年龄有关，刚好你是在那个年龄遇到这个游戏，就有些像那种人的男人的初恋一样嘛。我觉得也没啥错头啊，我觉得就是其实可能他根本不是你后来会发现自己真正喜欢的那种类型，也没有觉得这份爱情他也不会有多难受，这不像活人，必然性，就刚好是在那个发行期遇到了那样的一个人，并且对他发行了而已。嗯，怎么不去 SCTP？ 我靠，当时去 S， 哎呀，这个虽然中央决战打的规模交战的快感，你甚至造兵。这种点来点取经了呀，我已经是不当解说了。你反正我不陪他造十个重工厂，给编队从一到零编好队，然后呢挨了一个点上，然后他就一直左手一直一到零来回按，右手一直在里边点坦克点那个机器人，挺猛烈，但是也没有时间切过去看。那这个打这个地图享受在哪儿呢？你有没有操作的快嘛？没有在做电竞 ，FN， 反正模交战的快感，你甚至造兵这种点来点去肯定是很难赚到钱的嘛。
毕竟那时候电竞早期肯定是很难赚到钱的嘛，毕竟那时候电竞早期，然后做别的游戏。当然这样具体的情况我也不知道，当时我也确实不怎么关注那边，就完了，就这么玩，然后呢就可以了。 FN 黄了很久， FN 转型了，我也听了几个不同的，肯定是很难赚到钱的嘛，毕竟那时候电竞早期，然后做别的游戏吧又没有做得特别的成功。不是那突然坦克就比你投下来的坦克还多，比投下来的大象还多。坦克兵推流连架都不用架，坦克兵推流连架都不用架的话，你们还是得叫大师来现身说法。这个我在攻击的时候还有空来空投，但你后这张地图是不是很容易就防下来了吗？你看这随那个怎么搞坦克兵推流连架都不用架，这边只能说打掉点人口的，这次咋被打了？我以为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你啊，以你的智商我很难跟你解释。这句话可以吗？这是人口上限给的多呀，怎么感觉这次咋没怎么现在造房子，人口上限这么多？哦，还是有房子的，194了。好，现在正面推这家。那个 QQ 群的群号是那个又有隆起出来，还有人问，我看到你别艾特我，我想小小赞助举办个，你可以加一下我的那个 QQ 群的群号是和这在一起筹办解说怎么样？好啊，这是大好事儿啊。不过我现在在解说，就先不跟他聊了。好，我们继续来看。说我刚打开群，看到有人刚刚占了这么大的便宜。这张地图的打法不会是谁四个 R 二 V 二的比赛，可以说谁输吧？这个钱要耗光也是要一番功夫的。但这200人口，我觉得你看这个虫族随便在路口买几个 Lurker。你怎么打嘛，就可以在后边。你怎么打嘛，就可以在后边看着了。火，哇，这个地图，靠谁输吧？这个钱要耗光也是要一番功夫的。平时不抽烟，平时我现在戒烟了，已经抽电子烟了。我那个把别人的需要消耗的魔法值的数量给改低一些，不然，而且这次。要大值多少钱的那种，你怎么打嘛，就可以在后边那种什么北京之类的烟，还有那种没见过包装的火。哇，这个地图自己买的南京，平时不抽烟，平时我现在戒烟了有决心啊，那种赢不了啊，这反出什么要大值多少钱的那种黄鹤楼之类的。我其实都送人了，我好几条，还有我自己买的南京，多拆几个房子让这四大卡人口。但是真要想拆房子，多拆几个房子让这四大卡人口。但是真要想拆房子的话，就是还是牛跟狗一起投可能好一些吧，纯狗也很容易死。这四大选择是，你别说，这个空地一体可以啊，把这四。这个阵线居然往回收缩了。哎，瓦格雷，不知道星期二瓦格雷有没有这个 bug 了？不允飞，哇，还开。这个。瓦格雷不能一起攻击的这个 bug， 大剑真的是一个可以叫爸爸的兵种。对啊，人族两家人族，一家出大剑，一家出地面，是不是就是这个图最强的兵种组合了？觉得人族两家人族，一家出大剑。
不到比这个更阴霸了，觉得。对呀，我前段时间生了场重病，一个月才好，但是出自杀，居然还真有人出自杀。bug 修复了，说改了，但是自杀。bug 修复了，说改了，但是居然还真有人出。难说呀。哎，这大的两个队友在哪儿呢？是一家出大件，然后一家出的什么呀？怎么没看到另一家啊？就这大一个，难说呀。哎，这大的两个队友在哪儿呢？是一家出大件，然后一家出的什么呀？怎么没看到另一家啊？就这大一个人在打吗？哦，一家神族。奇怪啊，不应该出海盗船吗？为什么要出小飞机呢？为什么要出航母呢？哎，好奇。哇，那这在战场上拼命厮杀，我靠！然后后面这两个杂技选手啊。海盗，只要你不出那种吞啊，我靠！然后后面这两个海盗，只要你不出那种吞噬者散开的话，空军基本上就是无敌的，没有什么兵种能打得赢。吞噬者只要是不散开的话，把格雷这个海盗船打的是没有什么压力的。你别看说是他克海盗，实际上。海盗，这个海盗船打的是没有什么压。得空军之后，陆军不就人族无敌了吗？就平推了，所以多了的话是不克的，解救我了。这大快去救一救啊！现在你的队友已经不行了，看来海盗船加坦克是更好的一个兵种组合吧？不错不错，嗯，看来这个图应该用海盗加坦克，就快被灭了。这图就是拿给新手爽一下玩的。新手玩这图能爽吗？手比别人慢那么多。这图不是应该给那种 APM 500没处用的人准备的吗？哇，Nuclear Launch Detected 要放，等你的地面来帮忙了。这玩这种图会有人有时间去找红点吗？肯定是没有啊。所以，这个原子弹我感觉那么多。这图不是应该给那种 APM 500没处用的人准备的吗？哇，Nuclear Launch Detected 要放原子弹了。但是这玩这种图会有人有时间去找红点吗？肯定是没有啊，所以叫神族吧，啊，是不是一家神族，直接被人家炸平了，下来两颗原子弹直接炸平了一大片的建筑啊，三点钟这边应该是那家什么族啊，应该是一家神族吧，啊，疯狂的进行着他的表演，打出了 freestyle 的感觉，啊，疯狂的进行着他的表演，打出了 freestyle 的感觉，啊。他赫然是把一家给用原子弹炸退了啊！这个人其实本来镜前无秀呀，他有什么不能玩的？他受不了的是这个伪镜前无秀呀，他有什么不能玩的？他受不了的是这个委屈。爷，不玩了，我不跟你玩了。你居然给爷脸上放原子弹，人是人尿，忍不了这个。这虫子也是死脑筋啊！打机器人用200口锤飞龙不就完了吗？这个非要爆一些牛跟口水什么的，这个就没什么太高哦。但是也打不出去啊，这边互相比起来可以减半伤啊。用大龙的话，虽然伤害高哦，但是也打不出去啊。这边互相比后续的话，机器人也不比你慢。这图叫什么还真不知道。哇，居然还有人问这是三炮吗？我都解说了几个小时了，我今天从下午4点钟开始到现在，这个都已经，我算算啊，都8个小时了。4点钟的时候先解说 ASL，然后再来这个房间。我今天说的嘴巴都干了，我一会儿要去吃。去，哎呀，我真的，以后我要叫三，空格，括号没有去美国，括号炮。
然后来说了，以后要改成这样的一个名字，啊，不然每天解除很长时间，这个，反正从来没有说解除时间都就懒得解除。好呀，这厨子开窍了啊，出了好多的空军，哎，空军是王道啊，这个机器人打不过来的，你看陆军在坦克面前跟水一样。嗯，真哑了吗？不至于啊，以前也解除很长时间，这个反正从来没有说解除时间长了嗓子不舒服或者什么哑了之类的，就是肯定会有些变声，但是没有像别人说什么解除时间有个嗓子疼之类的，这个说可以接着说，只不过就是声音可能变一变有点累而已。嗯，这次打成这样，两个体操运动员都纷纷的表示自己已经不行了，这两个人摔骨折了呀，家里被打了，不是只要接着打就完了，干嘛会被感觉一副就是要啊修个出兵点儿，死不活的样子，要是人族补建筑还比较慢，你这个神族不是有一个农民出去就是一个民族吗，啊，不出蝎子，是啊，不出蝎子，六点有没有留农民，这个神族万一没农民死在这里就尴尬了，哇，也只能这样了，饿啊，拜托你赶紧打完这局，我想去吃饭的，这哎，左上那块好像发现了一个敌人，啊，这三几个队友确实是菜啊，没办法，遇到这种菜队友也只能这样了，以前也有一张类似这样的地图，不过那个造兵不是顺造的，还需要时间，然后也是无限钱，死为死叫八叉 PK， 然后那个是一半，就是比如左半边打右半边那种感觉的，然后那张图我倒是挺喜欢玩的，那个也是非常的拼手速，然后我的神族特库拉萨伊一哭，就是一个水晶上面一个地堡，下面一堡，然后左边四个兵，右边四个兵，上面两个下边两个，相当于一个水晶带十二兵营，然后造兵就是12、12个那么造，一对一对的，然后就特别爽，哇，终于要退下来了，库拉萨伊一哭一哭摩托提莫奇啊，顽强的抵抗，他还出大龙，他还派神族去围点打援截后援，但 Jezda 的这个暴兵你看看，哇， Jezda 已经开始用我说的这种方式给兵营疯狂的编队，然后一到零按一遍鼠标点，不过 Jezda 如果这个时候还有功夫去放两个原子弹的话，我觉得人口怎么玩啊，哎，人族 APM 高达100，你说的不会是 Jezda 吧，绝对不止100，不过 Jezda 如果这个时候还有功夫去放两个原子弹的话，我觉得过去，哎，这次在家里面怎么还在升工房？他还没上过三房吗？他说这张地图可以升到255的工房，那可就太爽了。那人族不是越到后面，是玩自己的队友都快死了。是啊，而且这次这波出的是坦克，碰到了好多龙骑士。哇，这波架不住这个麻将牌太多了。但问题现在这张图我算看明白了，不是你打零打不赢，看的是你的阵线推得过去推不过去。哎，这次在家里，你别说重铸补建筑好像是最慢的啊，比人族还难。魔法，他居然还放魔法，你看还看不起人了，也无敌。关键阵线啊，就是你阵线得推着别人出兵点去，你才能赢。我发现，如果你的阵线一直在中场的话，这种消耗没有任何意义啊。梦回09年，这次在这追求地图了吗？哎，你别说重铸补建筑好像是最慢的啊，比人族还难。哇，这次还有魔，感觉像一个神族。好，这张地图其实主要比的是谁先把家里所有的钱用光。那么这次现在已经用完了自己一成接近的，这不到一成吧，不到一成。成为第一个把钱用光的男人。成为第一个把钱用光的男人。能做到这一点真的是有目共睹啊，不容易不容易。
能把钱用光。爬不完。打不完啊！这个时候平局才是最好的。我快饿死了，我操！啊，这干，你说啥？我们刚才打不完，怎么也打不完、啊？是打不完啊！这个时候平局才是最好的。我快饿死了，我操！给我的多少钱？今天晚上有没有吃宵夜的机会？要不机器算了，这个真的没法玩。你为什么要玩这样的地图呢？我不知道，我现在这就是这个，就连别人组建，而且这个感觉根本不需要这么多重工啊！你看我一个重工招兵还好一些，最多也就四个重工够了。我招这么多，反而还影响我的暴兵的这个建筑学。下次打这个图就会了，就是大概感觉四五个重工不停的拉出去 A 就行了。嗯，别说手里头这 A 死了好像。啊，你这个 VA 能升就是满攻防吗？可以啊，我都已经是六攻六防了。有